带着星星学子航行在学海之中，乘风破浪，让我们安顺百年传薪火。今年安顺国小百年校庆，学校结合了历届家长会长的力量，加入一座安顺河纪念铜雕，邀请市长莅临揭幕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启动。安顺国小在操场办了160桌，邀请好友做会回娘家。我要代表台南市各界恭贺安顺国小100岁生日，生日快乐，校运昌隆。我也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，感谢百年来各位校长、各位老师春风化雨，百年树人，为国家、为社会培养了无数的英才，不仅仅推动台南市进步，也推动整个台湾前进。在这里，我也要勉励我们各位同学，今天很特别，很特别。校庆的时候，我看到都是校友，看到都是家长，这个场面。那我特别要勉励各位同学。我们今天以安顺国小百年来的成就为荣，未来安顺国小可以以你们为荣啊！我们要学习我们杰出校友的成就啊，他们的辛苦的努力的啊这个方向哈、跟他们打拼的精神。我相信未来啊，我们各位同学在学校好好受教育之后，出了校门投入社会的时候，也可以跟他们一样。有非常好的成就，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这个城市也能够有很好的。